上面的数六个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九。嗯，我们这样看是多少？是六个六。六六六六六。六个六，就是倒过来看它是六，正过来看它是九。嗯，好。好，你们现在会看到一点不一样的。我们看三次。好，你仔细看，你会发现这个九呢，我们旋转三次以后，它会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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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来越像六，越来越像六，以至于它会真的变成六。哇，同款计算机，六个九瞬间秒变六个六，这招原来很简单的，我们先看表演后看教学，倒过来看就是六个六，我们返回来看屏幕就是六个九，继续翻过来还是六，倒过来看是九，大家注意屏幕，这个时候变成六个六了。直接教学，首先我们计算机清零，然后按六个六，按加号再按零再按乘，然后继续按零，开始表演了，继续按六个九，事先大家不知道的最后一步按等于就是六个六，你看这不就变了吗？学废了吗？